弄浆它又会慢慢的长大，长大之后又是变老浆。很多年轻人都是往都市区发展，留下很多独居的老人。江客家话的江马，江马也是种江的一个地方。常常会发现他们这个生病的时候都没有人照顾。上面，老的。年轻人不能走光，希望年轻人能够回乡来帮忙。我的愿景就是希望能够打造成为中部的阳明山。